好，我好，们开现始在吧。就开始吧。你录音不要忘记了哈。录音没有忘记好，OK。嘞。好的，非常感谢各位同道今天在周末的时间来参加斯宾林教授的病案分析公益讲座。孙老师的简介我就不在这里赘述了。举行这次功课的公益课的初衷呢，是孙老师在救治病人的过程中，可以与我们一些中医同仁交流时发现，在临床诊疗中呢，如果大家可以抓住病机的重点，诊断上便不会出现犹豫，然后治疗呢也会得心应手。孙老师呢，具有40多年的临床和教学经验。也希望呢，同仁们可以与他一样，能用精准的治疗击中病机要害，从而取得良好的治疗效果。孙老师认为呢，提高大家的精准诊疗能力刻不容缓，再加上最近我们身边的新冠病人在不断的增加，包括我们自己的中医同仁，为了让大家对有可能遇到复杂的新冠疫情有所准备。孙老师在百忙之中呢，抽出时间给大家上这次公益课，主要是想让大家认识到临床精准诊疗的重要性。今天呢，我们一共分享两个病案，第一个病案呢是巨咳遗尿病例，第二个呢是新冠的一个失智物质的病例。首先呢，我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第一个病例。这个病例呢是一个巨咳遗尿，一般情况和主诉，患者女，70岁，退休，出诊时间2024年7月8日。她的主诉呢就是巨咳伴遗尿一月余加重一周。现病史就是她患者呢从欧洲返回国内，随后呢赴泰国及云南旅游1个多月。在期间呢，家乡的就是他奔波劳累，休息不好，加上亲朋好友，酒肉海鲜招待，胃肠呢就是一直不太适应，再加上家庭呢出现变故，导致心情不畅，烦躁不安。5月底临近乘机返程，在家淋浴，碰巧锅水炉损坏，不供热水，自以为天气转暖。就洗了一次冷水澡，第二天就发生身体不适，开始畏寒高烧、头痛、身痛，并伴有咳嗽有痰，色痰呢色白亮不太多，难以咳出，咽喉疼痛。所以呢，他就在返回以后呢，就在医院进行专业治疗，并接受了输液，还有抗生素、头孢、美唑酮。治疗了5天，5天以后呢，发烧退尽，诸症减轻，但是咳嗽并没有完全消失，似有昨日加重之虑。无奈6月5日登机返航，飞机落入境当晚，干咳开始加剧，声响震耳，彻夜不停，无法入眠。由于咳嗽剧烈，偶尔发生遗逆，无法自制。随后呢，咳嗽逐渐加剧。遗溺的现象呢也很严重，由起初的数滴已经成为大量，有生以来呢第一次在成年期用上了尿不湿，就没有再脱掉。由于咳嗽和遗溺加重呢，患者就拨打了急诊，急诊呢被他的这个咳嗽声震惊，立刻安排救护车前往，因为在。就是说，在欧洲啊，能得到这样的待遇还挺，就是他说明很严重了。但是医生检查没有发烧，没有肺部干酪音，加上血氧仪提示并无缺氧，便没有留下任何治疗方案，扬长而去。就是后来呢，咳嗽仍在继续，没有丝毫减弱的趋势。患者呢便开始使用一些药物，先后服用过地塞米松、青霉素韦加。诺氟沙星以及止咳药水仍然无效，同时呢，他的左侧肺部呢便胸痛，便有哮鸣音，痰液呢
又无法咳出，又试用红霉素以及西药抗过敏等药，还是没有效果。后来呢，他就开始呢，就认为呢自己是确定是非内伤咳嗽，应该从外干咳嗽入手，即劳累过度、外邪侵犯、肺气失宣，就服用了一下的自备的一个中药药粉：桑白皮、桑杏仁、川贝母、款冬。白芷、茯苓、百合、陈皮、桔梗、苏子也未有取得疗效。进入7月上旬，干咳未消，无法入睡，身心疲劳，同时遗腻未减，尿不湿已经买了好几包，日常生活极其不便。在这个时候呢，就求助孙平林教授，然后求诊的这个时候呢，他的症状是。阵发性剧烈干咳少痰，不分昼夜，咳声响亮，难以入睡，面色发红，咽喉干燥灼热，肌肉关节烧痛，身心疲乏，头部疼痛，胸闷不适，咳时小腹痉挛，自觉有小便排出，无法自制，舌红边坚甚伴散在的芒刺，苔中薄。黄腻，我们看这个图，这个是舌苔的图像。下面呢，把宝贵的时间交给孙冰林教授。请好，孙老师，你你把那来。个谢共享小组，好，谢谢我们 OK，OK，okay, 同样的主持。那个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把这个课件的集中讲两个病案啊。那么这两个人都是我们中医同行，为什么把这个两个病案介绍给大家？主要是说明，就是有的情况下，就是治疗啊，看上去是比较合适的，非常得体的。但是呢，如果病机我们如果没有抓住的话，那个效果还是没有。你如果想得到这个疗效确切的话，这个病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先从第一个病案入手，这个病案。我们没把它称为叫新冠，因为我们没确诊过啊。那么这个第二个病案是确实这个在治疗过程当中进行了这个检测，是得到了这个确诊是新冠阳性啊。那么这个是第二个病案。那么第一个病案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有下面一些特征。首先，这位是一个我的原来这个南中医的同事，也是医生，他本身也中医。那么这个是偶然机会，我跟他联系，因为他是今年1月初就回到了国内参加一些活动啊，然后再给进行一些旅游啊，工作很忙，再加上一些心情不舒畅，家庭发生一些琐事，当时呢，这个由于吃喝比较多，因为这个应酬比较多，那么他就是这个还可以接受啊。那么在返回欧洲的时候呢，这个前几天他由于受凉了，是为什么受凉呢？他是洗了冷水澡，因为这个冷水澡因为暖气炉坏了，所以他就坚持一下，就是洗个冷水澡，哪知道第二天就开始发烧了。那么这个病情是非常清楚的，病情非常清楚。那么留在他就到了当地的医院，在国内当地医院进行了正规治疗，因为当时的。这个中性粒细胞和白细胞总数都在上升，所以就而且发高烧嘛，寒战嘛，咳嗽黄痰嘛，他就进行了治疗，5天，输液抗菌素治疗是非常及时的。从西医诊断治疗这个过程来看是非常好的。那么现在有个什么问题就是，这个中医所说的外感，是不是在得到了输液抗生素治疗就会缓解了呢？或者消失呢？从这个病案就可以看出来，并不是的，因为治疗也是非常彻底的，5天输液啊。那么抗菌素的用的这个刚才用的头孢，每天3克，也是这个剂量是足够大的。那但是这个外感症状并没有消失，当时咳嗽是好一点，但是由于要这个叫趁机返回欧洲，所以呢。
他就这个离开了国内，到了这个欧洲。那么到了欧洲以后呢，这个外感症状没有消失，咳嗽在加重，但他的咳嗽呢，当时咳嗽是干咳。如果临床上我们遇到了干咳啊，那么这个就会想到是不是这个是阴虚，要不用这个叫滋阴润燥、润痰化燥去治疗咳嗽，或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是沙参麦门冬汤啊一些用这个药用上去，其实不应该用上去。为什么？他这个咳嗽，大家介绍病史的话有没有听到了？就是。他咳嗽非常，声音非常响的。如果是阴虚的咳嗽，他的声音是非常弱的，而且要有一系列症状支持你阴虚。但我们是这个舌苔，这舌苔的话，它没有这个舌少啊，这个苔少啊，有裂纹的，它没有，而显示出一个是个薄黄腻苔。薄黄腻，边上这个舌苔不是苔红，原来舌苔的话，这个照片上比它红很多。变得非常红，所以这个人呢，这边就是中医同仁呢，就是要心肝火旺，有心肝火旺的，然后再加一个痰湿，所以但是呢，是不是这个时这个时候候，没有见到了这个痰，我们叫润燥，第一个是我否定的，第二个现在是不是热痰呢？这个痰这个你看舌边上红，舌尖红。再加这个黄腻苔，是不是要我们清热化痰呢？那因为咳嗽是响亮的，那么疏风清热化痰，不是的。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是风热导致的这个咳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知道它有黄痰的。其实它这个舌苔呀，红啊，是尖红啊，还有这个中间舌中间的。这个黄历啊，是跟他那一段时间1月份到5月份这个饮食有关系，鱼虾酒肉每天吃喝招待，因为在那个环境下啊不太好拒绝，再加上他心情不好，所以他这个心肝火旺就一直存在的。那这个心情不好啊，心肝火旺，这个中焦湿热，是不是导致干咳的原因呢？也不是的。它的原因就是由于洗这个冷水澡，洗这个冷水澡，因为其他如果说是开始从1月份、2月份就开始咳嗽，有黄痰等等等等，那这个病跟他这个也是有关系的。但他现在以前一直没有，他没有，仅仅洗了冷水澡以后开始咳了。大家首先注意这个病程的过程是非常注意的。除此之外呢，这个人呢，这位医生呢。还有剧烈咳嗽，咳嗽非常剧烈，以致咳出小便来，是不是啊？以致去打幺这个叫报警电话去急救啊。那么，所以说明这个咳嗽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个病案给大家提出来，就是说，看看我们怎么去把它治疗，是不是我们用这个疏风清热，还是养阴润燥啊，或者是清肝泻火都不行。都不行，所以我们把今天这个病案非常有意义的病案介绍给大家。我们说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么这位患者已经这个咳嗽1个多月了，对不对？咳嗽糖浆也吃了，大家看一下，他曾经啊吃了，从这个国内回来以后又吃了一些治疗这个咳嗽的这些药。包括地司米松啦，治疗是非常及时的，止咳药水啦，包括一些使用的中药，说明非常认真的。这些药好像从这个我们处方来看应该有效，但为什么没有效果？为什么没效果？连地司米松啊、青霉素一些这个的止咳糖浆，再加中药这些中药粉都没效，问题出在哪里呢？就会引起我们注意。另外，他目前已经发展成为这个剧烈咳嗽导致遗尿出现，所以这个咳嗽它不是一个肾气不足导致的遗尿，千万不要去用这个利尿，这个叫固肾药或者补肾的药，因为它没有指证的，没有肾虚的指证，也没有这个尿失禁是由于肾气不固导致的，所以不能见到了遗尿就想到了我们要这个金锁固精丸呐。
这些水溶两仙丹呐、啊，这些东西去治疗，这是非常可惜的哈。那么现在我们要分析，它都究竟出现了哪里？首先，它的痰还是白痰，它不是黄痰。那如果说这个人呢、啊，这段时间咳嗽痰是黄痰，那么我们就知道了，他这个痰跟他当时也是有关系的。这痰还是白的，而且咳嗽的发作日期就是他洗完冷水澡以后发生的，所以这个关节这个接洽点呢非常重要啊。再说这个他开始有哮喘了，开始有哮喘，他当时啊咳嗽非常严重，所以他就开始有这个有左边胸部疼痛，开始有哮鸣了。那么我们知道肺的功能呢，它有。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宣发，一个是速降。那么它最主要的目前呢受到影响的一个生理功能，就是一个肺的宣发受到影响。它还没喘，它仅仅要开始喘，还没喘。那如果真正喘了，那么我们治疗的手段就不一样了，就不是宣肺的，要缩肺了。那么缩肺跟降肺，这个宣肺跟缩肺就一字之差，机理就不同了，对吧？那么为什么会要缩肺？说明这里面痰积比较多，或者有水饮，或者是一些这个痰饮之类的。现在它还没有这个形成，它痰而且是白痰。那么如果说他回过头来，他5月底这个洗了冷水澡以后呢，是发热恶寒啊，高烧、咳嗽啊，一些肌肉疼痛这些外感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给他一个表里双解的方子，你比如说马黄汤、九味羌活汤之类的，或者是最多一个大青龙汤吧。大青龙汤在这里用呢，也不太合适啊，不太合适。九味羌活汤呢，本身是治疗就是外有这个叫这个湿寒湿，内有这个瘀热。它这个热呢，它是有个问题。现在九味羌活汤呢，我里面有个主要有个羌活啦、苍术啦。那这位患者呢，啊，我们同行呢，他没有那个这个寒湿，所以把这个九味羌活汤如果用上去的话，把那个苍术要去掉它。那其他的，比如说呢，苍术啦、防风啦、细辛啦、这个川芎啦、白芷的都可以用，苍术不需要用，所以这个就非常好。或者你当时就用了个麻黄汤，但是不能用桂枝汤，啊，这个大青龙汤呢也不合适，也不合适。为什么呢？它这个大青龙汤里面有个石膏，它主要是针对的外有寒啊，特别是肺是宣发，内有热，这个热积在这阳明胃经里面。它这里面尽管我们看到是苔是黄腻的，它是这个要湿热。并没积在这个，而且这个热积在这心肺里面，没积在阳明经里面。他如果这个烦躁、高热、口干，这个叫汗出啊，大便有点干，你这用大青龙汤好。他这个情况就是当时的话也不合适用大青龙汤，你用马黄汤最合适啊。你用点马黄汤把这个肌表的寒邪啊散掉它。另外马黄汤也可以宣肺的啊，那么止咳的。你这种情况下，这个肌肤出点汗，它这个问题就没有了。而问题是在哪里呢？他没有去用马黄汤，啊，这个而且这就用挂水，就是输液抗菌素。你这个本身就有寒气，外有寒气，你再加了5天的输液抗生素，寒上加寒，所以这寒邪就没消掉过，没散掉过，还一直在肺里面。那用了多长时间呢？约了1个多月。它有没有化热呢？它还没化热，还没化热。因为如果化热的话，它这个痰呢，就是会告诉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啊，我从国内回来的时候是白痰，现在痰已经非常黄了，它没有，它还有白痰，而且是痰很少，基本上就是干咳。为什么这里干咳呢？说明有邪气郁闭于肺，啊，这不是说就是这个干咳是我们的阴虚导致的，所以这个邪气啊郁闭于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肺气啊，给它宣发一下，寒气，这个毛孔开一下，它就走掉了。哎，至于你这个心肝火旺，这中焦湿热啊，这个等等，这个跟这我们这个病呢，没有直接的关系，没直接的关系。
他的问题就是在哪里呢？就是说，本身体质就开始下降了，心肝火旺，痰湿中阻，是不是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他没发病，那么你再加上一个外感，这个叫风寒，所以内外交困，外有寒就是外寒内热。你想想一个这个状况，就是纸包的火，外面是寒想进去，里面的热想散发出来，这个邪正相争，出都出不来。所以这个病情就会导致他目前所处状态干咳，剧烈干咳，而且咳了以后没有把问题解决。我到了这个比利时这个第几个月啊，初期几个月，曾经就看到这样同样一个男孩，这个男孩今年已经40多岁了，当时他不只是将近50岁了，他当时已经十几岁嘛，十几岁就是也是一个中药老板的一个儿子，十几岁就是发烧。啊，发烧就是这样情况，就是他是外寒内热啊。那么外寒内热，他那个当时的内热就在这个阳明经，口干、高热、汗出、面红。那么这个时候你用大青龙汤一接下去了，热就减了。他为什么一个礼拜热都下不来，吃了西药就下不来，着急了。所以就把我说，哎呀，我礼拜天能不能请你去看一遍？就是这个病。所以我们还要分清这个热在哪里，在阳明胃经。还可以，我们大青龙汤。但如果说这个人心肝火旺的，你这个时候这个大青龙汤就没有效果。你如果说这个人是这个中焦湿热的，我们这个大青龙汤也没效果。只有这大青龙汤是用在外有寒，内有阳明经热，你这种情况才好。他如果说这个人是阳明腐蚀，你用大青龙汤也没有，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这个中药治疗啊，特别强调要精准。多一个不能多，少一个不能少，不能就是造成一个这个环境，多一个无所谓，少一个无所谓，反正就是一点这些内容嘛，是不是？你看我们用了中药也没错啊，上白皮、杏仁、川贝母，这个它没有热啊，它这个肺里面没有热啊，它热在哪里的？它热在了我们的这个肠胃里面，热在我们心肝里面，你这些药侵到哪里去了？侵不到它里的肺里面去，它肺里面有寒。你说这里面寒哪个要清肺里面的寒了？紫苏子可以清的，但是力量不够。紫苏子是化痰，但是这个清这个叫肺寒，紫苏子达不到作用的。它跟我们的马黄啦、桂枝啦、荆芥的防风差远了，是不是？它化痰是不错，但是清肺寒远远没作用的。那么其他的就都清肺热的，款冬、川贝母啦、上白皮都是川。那么这次你用那个百合。百合是润燥的止渴，对不对？这些，所以这整体药看上去是非常全面的，但是清热去了啊，清肺里面的，那肺里面没有热呀，因为痰是白的或者干咳的，它没有热，是不是啊？所以这个看似非常合适的，其实我们没有用对，没有用对。好，那么我们怎么去帮助他呢？那么我们要帮助他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把汗药。说就是这个要发一下，肺里面的寒要去掉它一下，因为这个肺主皮毛，你想一下，这个年纪在这个疲劳啊，这个加上冷水洗澡，那么你这个寒气是肯定通过皮毛进入了肺的，是不是？哎，有可能通过皮毛进入，也可能进入了脾的，但他这个人已经有湿热了，在这个中焦脾胃，他不会再这寒气再进去，进不去的，他这个时候只有减。这个软弱的这个地方进去，就是到肺里面去。那么你这个洗一个冷水澡以后，导致这个肺寒你不去消掉它嘛，它永远让你咳嗽，永远让你咳嗽。所以它的血氧啊都非常正常，是吧？那么这个你要去这个再去检查它的痰液有没有细菌的话，你检查不出来的。所以这个我们就给引起我们重视了。那么我们就是这个诊断就是咳嗽，你要失禁。遗尿，那么就是病机是外寒内热啊，这个里面就一点这个叫湿热啊，湿热，它这个湿热痰不是太多的，湿热主要在中焦的，它影响到我们的这个肺的宣发啊，所以外寒内热的加有这个热主要是在中焦的湿热，所以我们治疗的话就是这个主要是散寒。清热，这个热主要是清肝之热啊。那么
再牵脾胃，这个叫胃肠之热，再稍微化点痰，在这个宣肺止咳。所以，我们治则是根据我们的病机决定的。我们使用什么方子呢？这时候我们还可以使用马黄汤吗？不可以了，因为马黄汤它当时5月底的时候洗冷水澡以后呢，它那个情况下我们可以用马黄汤菌积，它没有汗，把汗吹下，也不能用这个滚石汤啊，也不能用的。因为这种时候我们已经隔了1个多月了，身体已经虚弱了，干咳这么长时间了，我们就用了一张方叫马黄桂枝各半汤。那么马黄桂枝各半汤，其实啊，它原来的就是在治疗我们这个伤寒论疾病当中，这个又马黄汤已经没这么重了，桂枝汤又比桂枝汤重，所以在介于马黄和桂枝汤之间啊，这个症状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就用了马黄桂枝各半汤，其实剂量还是比较小的。我注意到了，他这个给我看这个叫这个石太的时候，他脸是红的。其中马黄桂枝各半汤里面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就是脸红，他就是这个热呀，他没有就是用体温计可以量到的那个热，但是他还是有热的，他有热的，他因为这个邪正相争，所以他产生这个热啊。另外呢，他还有中焦脾胃的这个痰热啊，痰热。这个痰热也影响到肺的，所以这个中焦的痰热啊，这个上升于肺，这个影响肺的功能，但是外寒又凝聚在肺，所以这个肺又受这个叫宣发失湿，所以这个肺呀受煎熬了，是吧？受煎熬，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既要去风寒，又要化痰热，中焦的痰热，还要把这个心跟肝的这个热啊，要清它一下。哎，这个人烦躁啊，这个人是家里有出现事情啊，比较烦躁啊，要处理事情比较多啊，所以我们先把这个寒，这个肺里面的寒气先去掉的，马黄桂枝各半汤。你看我们这些药啊，这个我们前面的这个马黄，这个叫桂枝、白芍防风，而且剂量非常小啊，我们。前面四味药不加防风，就是把我们的马黄汤跟这个叫桂枝汤各半汤的最主要的这个东西内涵包括进去了，轻轻的把这个肺气宣发它一下。马黄非常重要的，马黄把这个汗孔排泄，然后把风寒外泄，另外它还宣肺也止咳。这个方子你看，我们把它作为啊排头兵放在前面，然后这个防风呢？协助这个前面四味药把这个风寒再去掉它，所以我们用了就等于用了五味药把这个肺里面的风寒去轻轻的宣发的，通过出汗的方法轻宣掉。那么接下来以后呢，它有一点这个湿热寒热，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还是用桑白皮啊、黄芩啊、这个款冬花。浙贝母、鱼腥草去清肺里面的热，因为肺里面也受到这个痰热的这个煎熬啊，所以把这个肺里面热也消掉它，止咳。还有呢，就是我们的百部、紫菀、半夏、桔梗，又这个化痰。它不是干咳，不代表没痰，它已经这个肺气宣发失湿了，它咳不出来，它其实有痰的，它其实有痰，痰不多，但是有痰，而且这个。你把这个痰消掉以后呢，他这个咳嗽就会好，就会改变很多。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了，刚才说了，他有心肝之火。这个心肝之火呢，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用了就是用了龙胆草，龙胆草，龙胆草这是一味非常好的药。龙胆草是降心火的，降肝火的，非常好。那我们这个时候没有用这个叫黄连去降心火。啊，胃气没有这样想法，这个人还是这个情绪比较急躁。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这个他也没反应出失眠啦、心悸啦，这所以心火呢，我就放一放。我已经用了黄芩了，清肺热。那么这个时候我再用了龙胆草清肝热，心火呢就是黄连就没用上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说就是针对性非常强的，把汗。
我们这个皮毛孔的汗，这个汗孔开拭一下，把它这个肺里面寒气消掉一下，另外那个痰湿清掉一下，然后把这个肝火清一下，是不是？你看，那么这个方子叫他，请他吃每药粉呢，这个浓缩粉，每天吃3次，每次2勺温水。后来以后，这个病人这个服药方之后呢，这个收到药以后呢，他就配药，配了2天以后呢，就是这个7月10号开始第一次服药，他感觉胸部舒服多了。你把这个风寒去掉了，肺气可以宣发了，那痰这个叫热痰可以消除了，对吧？他就会很舒服。那你有针对性，你光去清痰热啊，你把没有把这个肺寒去掉，他就得不到治疗，所以他就非常舒服。那么如果说第一天吃了好了，第二天又坏了就不行，他第二天继续服，吃了3次，咳嗽基本上控制，基本上控制了。如果到了第三天的话，咳嗽如果好了，他会遗尿吗？就不会遗尿了。所以他第三天吃了药了以后呢，就是仅仅第三天咳嗽好了，遗尿也好了，所以穿了1个多月的尿不湿就卸掉了，卸掉了。而且第五天以后，哎，我说没消息，再跟他联系，他跟他先生已经去到海边去旅游去了，咳嗽已经消失了。也就是说，我们治疗前后5天功夫，第一天就感到好。第二天咳嗽非常控制非常好，第三天这个尿不湿去掉了，所以这个反应非常灵敏的啊。当时吃地塞米松也好啊，化水也好啊，这个抗菌素也好，都达不到效果。哎，为什么中药效果好？因为中药效果好，就是在于我们病机找到了。当你找到了病机以后的话，治疗的话，效果它就会这个比较快，比较好。那么现在有个什么问题，我们就是要注意的，就是说，我们不能用过早的用润燥的药。你比如说他干咳了，哎呀，干咳了以后，我们就肯定用那个沙参、麦门冬啊、天花粉呐、啊，这个叫这个生地啊，这些药，梨皮呀、桑杏汤，就是这个那是凉燥啊。那么你这种东西用上去以后，无济于事。第一个无济于事，第二个还会粘住它这个叫。产生更多的痰，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看到他遗尿了，就立即用我们的固摄药、金灵子啊，这些药用上去是非常不合适，因为我们用金灵子可以用，但是需要有指证，不是说我们随心所欲的，他反正遗尿吧，就我们这个用下金灵子啊、金钱这个鸡内金啊。这个芡实啊，用上去了。你这个第一个，你跟着病人走；第二个，你这个练邪的，他收敛的嘛，对吧？练邪的。回过头来，我们进行一些讨论，就说这个人呢，本身注意，我们再一次再次强调，他并不是由于这个饮食不节导致那个痰热咳嗽，否则的话。他1月份回去就开始吃喝应酬，他在那个时候就开始咳嗽了，他没有啊，是不是？仅仅在洗了冷水澡以后才咳嗽的，所以不要说我们有的时候饮食吃多了，就这是肯定的，那就肯定就是一个痰热引起的，不需要下那样的诊断。我们下诊断，我们是要有依据的。我们这个他吃的东西油腻比较多，这海鲜比较多，酒肉比较多，是的，它是个病因，但是它已经产生症状啊，这个症状不在肺呀、它咱们在脾然胃呀、后我们在脾胃里的话，没听没啥意思，等一下我来看看，让他分析这个，觉得你对，这个人的这在个。讲话我来看，张英把它关掉它，那这个它在脾胃里面，它没导致咳嗽。他就不应该就是去兼顾到那里面的痰热，是不是？可以考虑，但是不要去非常强调去治疗这个中焦脾胃的湿热，什么黄连啦，什么厚朴啦，主如啦之类的，就不要去动它。这是一。第二个呢，它的关键点落脚点还是那个淋浴受凉了，
所以这个受凉啊，经常是我们包括小孩呀、老年呐、包括小年轻，都是一个这么一个症状。他这个寒气又闭塞起来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这个如果发散一个风寒，就能解决问题的啊。那么这个是不是这个有点黄痰，或者是这个外寒变热呢？也不是的，它要有个过程。外寒、风寒变热的话，也要有个风，也有个过程的。它这现在这个痰呢，不是非常黄的，所以这个情况下，我们不需要考虑它这个风寒有没有转热，没转热的，还是风寒在肺，所以我们就不担心。如果风寒转热了，那就不能用满黄汤了，我们还用桑菊饮，是不是啊？用黄的，比如这个人喉咙一直有疼痛的，这个发烧的。痰是黄的，那么这个咳也咳不出来的，很黏腻的，那我用桑菊饮啊，或者用清气化痰丸的。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说他痰还没变颜色啊，没变颜色，所以我们还继续用马黄汤，但马黄汤又比较厉害，所以我们用了马黄桂枝各半汤，所以它这个效果就来得比较快啊。它这个在你想想看，一个多月的咳嗽，咳到这个剧烈咳嗽已经咳到遗尿了，那种程度不是这个，你可想而知，是非常严重的。而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个在一两天以内纠正，3、4天的这个好转，第五天测了这个尿不湿啊，外出旅游，所以这个中药的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好的不错的。总而言之，从这个病案当中，我们就知道了啊，这个他的心肝火旺，并不是他这次或者饮食不节是这次咳嗽的焦点和重点啊。那么，所以我们不能说，哎呀，你是心肝火旺，这个湿热内聚，所以我们会这次这个你导致咳嗽的痰热，用清气化痰丸啦，这个一些用用这个马杏仁甘汤去治疗，那就错上加错了，是吧？他这里面没有这个肺热，没有这个叫很多的痰热。啊，有的就是一个肺寒，有的就是个肺寒，还有就是我们关键的问题是，千万不要被他假象干咳蒙蔽了我们这个双眼。为什么呢？他如果说我们要使用的麦门冬啊、天门冬之类的话，我们需要有指征，他有口干欲饮啊、大便闭结啊、潮热盗汗呐、口舌有裂纹呐、舌苔剥落呀等等，他或者这个或许这个病人以前就有。这个肝肾阴虚的、肺肾阴虚的，那么出现这些症状，那么我们就用沙参麦冬汤了。它没有啊，舌苔是干干净净，而且红的，中间是中焦是黏腻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着什么急？我们不需要着急，不需要用这个沙参麦冬汤。你否则的话，你把这个外邪又黏住了，是不是？好了，就是最关键再落实一下，就是金樱子、鸡内金、芡实之类的，见了这个小便。遗尿的时候不能给它用上去啊！我们是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这个是见了小便遗尿就用金樱子。你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个老年的经常是尿失禁，哎，尿失禁嘛，老年嘛就肯定就想到肾气不足了，不是的，他是细菌感染，他小便疼痛的，他小便疼痛，你这个时候你这不能这种用清理下焦湿热的一些方剂的，这个叫或者是四妙散啦。或者是八珍散啦等等，对不对？你去用了一些金铃子、芡实、覆盆子、鸡内金之类的话，你就把这个湿热给困住了，所以不利于这个疾病的这个治疗。这个病就是这个共享啊，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希望大家就会得到一些启发。好，我们请鸿雁介绍第二个病人。鸿雁，稍等啊，你把那个共享再给他提一下，好吗？第二个就是一好个的，新冠病人啊，然后我怎么看不到我现在打开了？稍等一下，你一般就是在桌面上应该打开的，你不会关掉对，的。我是打开的，但是怎么现在又现在新这哦，现在好了，现在好了，OK。现在能看到吗？不对，你要再打到前面去。
你这个已经嗯，过了，对，拉到前面去。拉到哦对，拉到前面去，对，这样能看到了哈。把它打个对的，很好，嗯。嗯，新冠物质，这个病例呢，就是患者女，60岁，出诊时间是2024年7月19日，主诉呢发热咳嗽、头痛、胸痛5天，乏味1天。现病史呢，就是近1个月来出现咳黄痰、便秘，所以这时候呢开始服用中药小承气汤加减2周，症状略有改善。但在5天前呢，出现精神疲乏、咳嗽、痰黄、浓痰、肩胛骨尖冷、寒冷、低热、无汗、头痛、不思饮食、欲呕、卧床休息、服用中药，就是他把这个上面的小承气汤呢，又加上一些麻杏石甘汤，然后感觉稍退，饮食改善，但咳浓痰更重。并带血痰，胸口紧闷，烧灼痛，咳嗽痛更甚，头痛由枕头变为左侧颞顶部痛，并可触及长约12厘米宽、3厘米长的水肿的条索。压痛是十个压痛到七个点，并向枕骨后连续，但是能忍受。第二天晚上呢，打球2场，出汗有再伤风的嫌疑。后来发现体力不支，提前退出。第四天呢，中药吃完了，上稳定，就没有再服用。后来发现他的先生也被传染了，所以就全心的照顾先生。好在呢，治疗比较及时，用银翘散加减，就一日4次就基本恢复了。这呢，就是他的自备的，就前面我讲到的小承气汤和他后来加的这个药的药方。然后呢，他没办法，现在就是整个人非常的难受，开始求助孙老师。他在求助的时候呢，他的就是原症加重，咳嗽、咳黄浓痰并带血块，咳嗽时胸骨后感到有撕裂似的疼痛，以致恐惧咳嗽。肩胛骨冷寒，非常疲惫，卧床嗜睡，纳差腹胀，大便由正常成型转变成稀烂。当日呢，便稀2到3次，味觉、嗅觉几乎消失，出现心率快95次每分，心律不齐，阵发性心动过速，肩髋关节酸痛，体温36.2度。感觉内热，无寒热往来，无喉口苦。他的既往史呢，就是说年轻上夜班的时候呢，疲劳和一睡觉被冻醒，从此呢就落下了咳嗽的病根儿。平素呢他是便捷的，所以他经常会吃一小小承气汤。下面呢我再把宝贵的时间留给孙老师。好，谢谢我们红姨介绍哈，我们这个病案呢，它有它非常独特的地方。为什么说它独特的地方呢？这个病案大家是一个新冠物质的病案。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高度怀疑它。新冠，但是怀疑归怀疑，诊断归诊断，那就是新冠的话，治疗跟我们这个治疗没什么区别，仅仅是一个诊断罢了，是不是啊？那么如果是新冠也好，不新冠也好，我们治疗都是同样的。那么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呢，我请他，我说那你就去做个新冠实验吧，在治疗这个一两次几天以后。接受治疗以后，他开始好了。他说好。那么从发病找我看病到他去测新冠的时候呢，我估计新冠，但是已经过了6、7天了。我估计将近10天了。那么新冠它有一个这个期的啊，那么新冠病毒有个期的。那么在1个月之内呢，它会产生一定的抗体，但有的人一点抗体都不产生，1个月之内不产生抗体。那个这个
这个一般来说呢，就是说在一个月之内呢，它这个会转阴的。当然了，这个病毒，这个新冠病毒转阴越早越好。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叫他去这个治疗这个大概5、6天以后呢，我说你去测个新冠去，他说好，测了一次是阴性啊，我是阴性，非常高兴。我说啊，你再测一次然后呢？他又去同样一天呢，同样一天呢，又去测新冠，还是阴性，还比较高兴。我说我还是怀疑，因为正好碰到周末啊。那么我说这样子吧，那你明天周一你去买这个到试剂去，再去买试剂去啊，这个去再去测一下，是试剂过期了啊？是，那说好，哎，接下来是就强阳性，就星期一，所以。我们就估计到这个症状，因为他有咳嗽啊、嗜睡，这个嗅觉丧失，味觉基本上受到影响。那个症状，我跟我们过去见的新冠症状还是有类似的。目前来说，这个新冠的复燃，它有它的一些特点。它首先病毒没以前强，对不对？这个传染性也没以前强了，但是它的基本症状还是跟以前差不多的。但是在中医角度来分析的话，它症型还比较多。我过去的话就是这个中国认为就是个湿热型，但是也有寒湿型。就我们这个欧洲来看，它有湿热型，也有寒湿型，还有它不是湿热型、寒热型，它有这个叫少阳型。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案子就是非常特殊的，把一个新的症型告诉大家，就是这个湿热在少阳，少阳腧穴。上阳首先，它不是在这个太阳，也不在阳明，也不在这个其他啊，它受到一些太阴受到一些这个侵犯，有点拉肚子、腹胀，食欲减退，它还出现一点这个少阴呢，嗜睡啊。那么四个情况下，你看又有太阳，又有少阳，还有太阴和少阴。那么是不是太复杂了？其实它最关键的问题还在少阳。我们把这个最关键的问题今天介绍给大家。所以，我们今天那个这个入手不是从阳明入手，他这是他自己是中医啊，非常好中医啊，对吧？那么他就是进行治疗的时候呢，我们看他一些这个方子哈，先看他的方子。这个方子他是当时呢。这个咳嗽嘛，有黄痰嘛，有脓痰嘛，有血嘛，所以他就用了这个知母、知白母、黄芩啊、马黄石膏、杏仁。这猛的一看呢，是非常得体的，因为黄痰呢，对不对？你有黄痰，你不用刮了，用这个叫知白母、黄芩，你用啥？你准备去用马黄桂枝啊？不行的，你这个药是非常啊，似乎看上去是非常得体的。那么为什么没有效呢？他还咳嗽这么剧烈呢？问题就是在他这个新冠，它有狡猾性，他是把太阳症也这个导出来了，把那个这个少阳症也导出来，少阳症而且夹在这个症状里面，非常狡猾的。我们把太阳症把它少阳症把它拎出来给大家看。另外呢，还有拉肚子、腹胀、食欲减退，这个太阴症状，还有嗜睡的少阴症状。你说你这个，如果稍不注意的话，就被他引到沟里面去，是不是？所以这个情况下呢，我们这位同事呢，他是从这个，他因为他有便秘啊，而且又这个习惯性便秘啊，他就说呢，我便秘啦，这个时候又发烧啦。这个时候不把这个热清掉吗？他用了小承气，这小承气是不可以用，不可以用的。你大承气、调胃承气都不可以用。第一个，你没有阳明症，是不是？你如果阳明经症的话，你用白虎汤。你阳明经症又没有，即现在有阳明腑实症，阳明腑实症也没有。那你要腑实症要用脾满少时，我们用大承气；脾满实，我们用小承气。如果这个叫燥湿，我们用小调胃承气。那现在。所以，我们用任何一味药，我们古代的这个上这个祖训呢，就是告诉我们，一定要有辨证施治，精准用药啊！你大便秘结了，我就用小承气、大承气，反正一样，它通便的，哪里错啊？
我有一样的，我就用金陵这个金英子芡实，我用这个鸡肋精，哪里错啊？我再给你补点肾呢，对不对？你这个就是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跟着病人走，非常可惜的。所以他用了这个药有什么坏处呢？第一个，你没解决病，他明明是少阳症，你去用了这个用治了阳明症的东西，用治了阳明经症啊，他其实这个马陷石甘就是阳明经症的，气愤症的。啊，还用的阳明，这个叫这个阳明腑实症，阳明经症也治了，阳明腑实症也治了，但是他不在阳明啊，他在少阳啊，对不对？你这时候你怎么不去用这个叫理中汤去治疗太阴病？你用这个叫四逆汤去治疗这个少阴病呢？你没有，是不是还不错呢？你没把这个四逆汤也用在这方子里面，我们这个理中汤也在用在里面，或者我们再用一点马黄汤也在里面，那还叫方子？这不叫方子了，不对吗？那叫大杂烩了啊！你把六经东西全部堆进去吧，堆进去以后，你看看病人会不会好？病人第一个不会好，第二会病情加重。他就是用了这个小承气汤以后，他开始到了，才到了太阴症的，是不是？用了这小承气以后，才到了我们的这个少阴症，到了我们太阴症的，很危险的，不可以用的啊。所以等我接手的话，就是我说不可以。那么现在我们从这个病案当中怎么去吸取教训呢？好，我们大家一步一步来看，问题是在哪里？好吧，是在哪里？这个同仁呢，就是这个一阵以来一个多月以来已经咳嗽了，有黄痰。那么这是不是这个新冠已经一个多月了？不是的，他就是这个当时就是痰热蕴肺，就有一只咳嗽。痰热蕴肺呢，当时呢还有一点便秘，这个便秘呢，这个不是是这个阳明腑实症，也就是说由于这个痰热啊，这个热象比较严重。导致了肺宣发有点困难，所以因为肺主大肠啊，所以这个情况下你就要用一点这个，比如说杏仁呐、啊，加做一点杏仁呐、啊，或者再加一点这个叫这个通便的这个杏仁啦、啊，这个桔梗啦、啊，酸白皮的，它大便就会好了。你不需要用小承气，千万注意的哈，小承气啊、大承气啊，这个调胃承气、黄龙汤的等等，要有指证的。要有指证，我们用药呀，就像这个前线打仗了，这个一个前线打仗，就一个来了十几个人，你用了几个师的兵力去打，用几个导弹去打他，用飞机啊、战斗机都用过去，没这个必要，对不对？你炸伤敌人同时，你也把自己的部队炸伤，把这个我们边界炸烂掉了，你何必呢？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做中医千万要记住的，就是对症治疗、精准治疗。那么5天以前那个症状呢，其实就是一个新冠开始，它是新冠开始的，就是这个精神疲惫啊，那么这个咳嗽黄痰，但因为他一个多月以前一直有咳嗽黄痰的，但是这个精神疲惫它躲在了咳嗽黄痰这个里面啊，这个咳嗽黄痰并没有这个在这个5天之内出现这个低热无汗头痛这个加重，它还有黄痰。所以这个黄痰是以前就会出现的，但是新出现什么症状呢？肩胛部的疼痛就是太阳经的疼痛，太阳经的寒冷，其实这是一个太阳表症。然后呢，这个还有没有汗？注意了，这个是表实症，表实症。低热不太高啊，而且有头疼，头疼不是饮食呕吐，这些症状其实就不是太阳表症了。它不是第二层表层的，其实是那个少阳症夹在这里面的，它是太阳少阳合并的，啊，外表是就是太阳膀胱经受寒，有低热，有无汗，这是太阳表症，太阳表症啊。那么接下来时候呢，我们有头痛不适饮食，与恶心呕吐，这位患者到了后来以后呢，你看这个头痛是在这个左侧面的，你顶部头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这个线拉得非常长，是不是？这个就是个标准的少阳头痛，它是太阳少阳合并，太阳少阳，其实要用桂枝，这个加小柴胡汤就好了。
如果这个时候你不去用小承气汤，用桂枝汤再加一点小柴胡汤，那就好了，那就是非常好的踏步。他呢，当时还有一点小承气汤啊，再加一些这些药，然后呢再加了个马杏仁甘汤。哎，发烧吗？他低烧啊，我们马杏仁甘汤又是高烧啊，才用的。另外的小承气汤你是不能用的，你是把这个太阳病啊，引到了阳明病去了，对不对？另外，你小承气，你伤了我们的这个叫脾阳了，所以这就导致他啊，这个不适饮食啊，加重了他这个太阴病。所以这个情况是我们误治的，所以我们就把这个病啊叫误治。那尽管这个误治了，但是我们在强有力的又是泻又是清的情况下呢？啊，我们把烧给退了，饮食好像是稍微改善一点，哎，饮食改善，但是这个饮食改善并不代表着太阳这个滋养恢复了，没有，你在石膏这个叫小承气汤这个大黄作用下，它这个脾阳怎么受得了？它怎么会改的？它是一过性的，因为它发烧好一点，所以它就吃饭好一点，但是还是没有解决问题。所以在吃了这个药以后呢，他的这个咳嗽黄痰更加加重了。哎，奇怪啦，清热的用上去了，泻下的用上去了。这个方剂里面也有这一些药啊，你比如说一些药啊，你看黄芩啊、贝母啊、这个瓜蒌啊、这些药、杏仁呢、啊，都用得非常好，它反而它还更加咳嗽了。问题是在哪里的？因为药不对症。明明是一个少阳症，不是饮食恶心呕吐。我们再翻看这个叫我们北中医的刘杜洲教授一个病案的时候，我们读病案的时候，千万要读一些它的精华部分。比如说我们这个刘老啊，带了我们这个几个教师，当时叫开门拜学，到了一个乡村啊，一个矿啊矿，一个矿呢，就是当时呢。他们有一些这个感染，当时这些矿工嘛，都是普遍一个症状，恶心呕吐，恶心呕吐，也没有其他症状，也没有表征，也没有什么里症，就是恶心呕吐，吃一些东西啊，或者怎么样，或者病毒之类的。那刘老师就用了小柴胡汤去治疗，啊，就是因为小柴胡汤里面有很多症状，其中加了一句就叫这个小柴胡汤一但见一症便是。必须全。你如果又没有太阳症，又没有阳明症，又没有少阴症，又没有太阴症，这个呕吐你就是少阳症，对不对？当然了，如果说出现是寒热往来、胸胁苦满、默默不语饮食、口苦咽干莫咸，那你的症状更加准确。其实这个张仲景这个2000多年以前就告诉我们，你不要把症状全部少阳症、脂肪它全部全，不需要全，抓住一个症状。因为这叫鉴别诊断，你没有太阳症，你没有阳明症，你没有这太阴症、少阳症，那这不就是这个是少阳症吗？对不对？哎，你如果是这个厥阴症，厥阴症有这个寒热，厥逆，它但是还有湿湿厥冷啦，还有恶心呕吐、吐蛔虫啦，啊等等症状，它没有厥阴症，那么就唯了六经里面就有个存在的，就是个少阳症，是不是？而且外感病呢，这重的话很少。基本上都是太阳或者是少阳啊，直接到阳明的都不太多啊，特别是在新冠期间有没有？有不太多，都是个太阳症。那你湿滞、恶滞的，它当然朝里面发，到阳明啦，到太阴啦等等。所以这个症状其实跟太阳、少阳合并，是不是？桂枝柴胡汤就是桂枝柴胡汤，是不是？好，那么这个呢？他吃了这些药以后呢，还继续出去打球，又出汗了。以为出汗嘛就很好啊，哪知道以后更加不好，连丈夫都感染了。哎，丈夫的感染呢，你看同样是一个新冠啊，很好玩，因为我们知道是后来知道是确诊了。那么他确诊以后传给丈夫的，他是一个太阳少阳症，而丈夫是什么呢？他说他是非常轻的，这银翘散，他是一个风热症，奇怪不奇怪？有的时候。父亲有了，女儿没有；儿子有了，妈妈没有。
这个经常的，为什么？跟它的病毒的这个侵犯力有关系，另外跟它的体积有关系，正气有关系。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说他用了银翘散把她丈夫给治愈了啊，非常好。但她自己本身啊，没办法去治疗。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我们已经知道了，她现在你看卧床了啊。卧床4岁了，已经出现少阴症了，非常疲劳。少阴病使得之泌汤主治啊，就是这个少阴病就开始说，一般道理的话，就是说外邪啊，经过太阳是几天，阳明几天，少阳几天，然后逐渐来的，那个一上来他就开始非常疲劳，4岁已经要注意。为什么会突然这50岁不算年纪大呀？他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个少阴症了？危险呐！我没用这个四逆汤啊，为什么？它是一过性的。但是由于你治疗失误了以后，你用了马杏仁甘汤了，你用小承气汤了，你把脾阳伤掉了，伤掉以后，当然这个进一步上就上了这个我们的少阴止阳了，所以他非常疲惫。那么现在就是说。咳嗽、黄痰啊，胸部疼痛，这个时候呢，黄痰是以前就有的，你千万不要搞错，这是黄痰，他以前就有黄痰，一直有黄痰的，他现在症状就是太阳肩胛部疼痛啊，这个头疼啊，这个是太阳症，再加上少阴症啊，恶心呕吐啊，这个症状，那么再加上他还有个太阴症状，开始大便便稀了。这都是物质导致的，所以你知道它的物质导致的，但它症状又不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太阴症也好，少阴症也好，暂时放一放。你否则的话，你也想去把这个少阴症治疗，把这个四逆汤用上去了，把这个理中汤也用上去了，因为它大便稀了，它食欲不好啊，这个不想吃啊，所以这个腹胀啊，所以太阴这个运化失失了。你不要去管那么多了，你是救他命，是不是啊？救他命，治他咳嗽啊。那么这个少阳症，把他治疗上。你看，注意一个问题了，这个肩髋关节疼痛，这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肩髋关节是在我们人体的侧面，再加上一个恶心呕吐啊，这个就呕吐，再加上我们这个不适饮食，恶心呕吐，头疼。在侧面头疼，就是个少阳症，所以他少阳的躲在这里面去，非常非常狡猾的。那么给我这个知道以后呢，这个他尽管他没有寒热嘛，没有口苦，好像没有少阳症的。这个我们这个同事也跟我说，哎，他怎么没少阳症呢？他没有寒热。我说不需要有寒热往来，当然如果有寒热往来就更加明确。现在不需要有寒热往来，不去管他。所以。我们继续进行治疗，所以这个是这次呢，这个少阳这个太阳症是一个湿热外侵啊，因为这个舌苔不是太好，原来这舌苔是黄腻的，不黄腻啊，不黄腻啊，那么再加上边上有个红，这个边上非常红，也是个形观火旺的一个基础体质，也是有基础体质。那么少阳受侵就是外感湿热，少阳受侵。所以，我们治则的话就是清湿热、和解少阳，这个化痰，这个宣肺止咳。我们用了小柴胡汤，小柴胡，因为它最主要的症状不在太阳啊，它不是说我现在这次来看，头背疼痛的，这个头疼呢是在我们的后就是枕部的头疼，那时候我要用一些其他药了，用太阳这个桂枝加小桂枝柴胡汤的。那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少阳症是最主要的，又有湿热啊，又有肺湿宣发，因为这个宣发是在以前就有的，也再加上这次外感的这个湿热，所以加重了他这个肺湿宣发。所以你看，我们用的方子就是柴胡、白芍啊、黄芩、半夏啊，再加上党参，就其实这是个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我们的小柴胡汤，因为他已经开始用。这个已经有点拉肚子了，腹胀了，所以我们这时候党参用上去了，是不是？按照道理是用人参，小柴胡汤里面我们用人参，但是我们没有用人参，它没虚到那种程度，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个党参。这个小柴胡汤用上去以后，就是把它最主要的症状给它控制住
基于这个太阴了、少阴要去管它。然后呢，它还有湿热，它以前的一些湿热啊。那么再加上这次湿热，所以我们用黄连之子啊。然后呢，再加上一些去这个肺热的连翘啦、这个泽贝母啦、清这个肺热的，还再加上厚朴砂仁。厚朴砂仁就是由于它是在这个湿热。导致一些这个外邪侵犯，所以你看我们这个的方子里面，真正宣肺止渴的不多啊，宣肺止渴的不多啊，基本上就是啊，我们就是主要的集中力量是把这个少阳的这个邪气湿热给它清洗一下。你这个情况下以后呢，用了以后呢，这个他就感到非常舒服。然后呢，我们这个给他治疗以后呢，吃服药2次以后呢，他当晚就是白天服药的嘛，当晚他就是感到全身舒服了，啊，就是感到非常愉悦的心情，所以他就睡眠也改善了。那么第二天醒过来以后呢，在这个感觉身体里面的热，小柴胡汤蓄热还是比较不错的，我们有个小柴胡冲剂。那只要用对了症的话，治疗还是非常不错的。所以他这个开始好转，就是仅仅吃了3次的药以后开始好转，痰色呢也是变淡了。本来这个颜色就是有血的，是吧？有点血的。那么大便也开始正常了。你看，我们没去治疗太阴病，也没有用什么这个理中汤，大便好了。那么肩髋关节呢还疼痛。还疼痛，少阴病的症状还有嗜睡，因为少阳症里面不能有嗜睡的啊，这个嗜睡是有少阴病的，非常的注意，是要随时观察注意的，要随时观察注意。他如果说年纪大的，越来越加重的是这个嗜睡的，这是少阴病的，那你这个时候该用附子就用附子，该用干姜就用干姜了，对不对？温补他的那个这个的心肾之阳。这个时候呢，少阴病的这少阳病已经开始松动了。松动了，你看舌苔从这个薄黄腻的，是边上红的，已经转变了。你看，已清掉了吧？我们用了一些小柴胡汤啊，把这个心肝之火去消掉了，所以它的你看舌苔比较干净了，这是非常好。那么继续治疗呢，出现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当外邪冲过。这个太阳传入少阳的时候，那么到少阳时候，我们有两个办法把它清掉它。第一个就是把少阳和解掉，第二个呢就是少阳之邪通过太阳驱除出去。他在吃的时候，吃这些药的时候呢，有一个什么症状告诉大家呢？就是说他突然出现鼻塞了、打喷嚏了，打喷嚏了、流清喷、流鼻涕了、鼻塞了。那么这个鼻塞、打喷嚏是一个标准的太阳症状，标准太阳症状开始没有的，那么现在有是好还是坏？是好，因为这个代表啊，这个邪啊是从少阳离开了，我们这个邪离开少阳，转入太阳去了，转入太阳去了，这是好现象。所以如果说这个人呢，你看我们这个学《伤寒论》，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拉肚子。啊，这个太阴病拉了几天啊，好了，他现在开始有便秘了，哎，这是好现象，这是脾阳回，就是返回的这个征兆。或者这个人要是少阴病，少阴病就嗜睡，手足就冷，他现在手足开始暖和了，睡觉不这么多了，原来一天到晚睡十几个小时的，这就是好现象。就是现在我们中医这临床上经常见到一个就是。Chronic fatigue syndrome 就是慢性疲劳综合症。你治疗的过程当中，你就会知道，他如果说睡眠原来睡十几个小时，现在8个小时，现在7个小时好了，这个人是好了。如果说原来睡15个小时，现在还是15个小时，你这个治疗没效果，没效果。所以我们鉴别少阳症、少阴这个叫少阴症的话，就是看他睡眠，看他手足的问题手足热啦，有精神啦，睡眠减少了。人们这个病人他就开始出现鼻塞了、打喷嚏，所以这好现象，是不是我们又说感染了？没有感染。如果又有感染的话，要有肌肉疼痛啊，这个叫这个叫呃呃这个这个呃
这个一些其他症状的啊，外感症状的，他没有，他没有，所以这个好。另外，而且这个湿热的腹泻也开始好了，是非常好的。这说明这个湿热在消掉，这个太阴的脾阳在恢复，非常不错的。本来我想给他呢，就是这个治疗，就是治疗3、4天以后呢，把他的肝胆这个叫清一下，因为他这个人火比较大啊，比较火比较大，我就用了温胆汤。温胆其实我这个时候应该用什么呢？用黄连温胆就好了。但是呢，我用了温胆汤。那温胆汤呢，它里面有生姜的，有煮茹的、陈皮的，偏热了一点，偏热了一点。因为他当时有点心肝火旺嘛，心肝火旺，为什么呢？操心了。这里面又有一个故事要告诉大家：这个人或者某一个人，他从太阳到了少阳合并。或者这某一个人从新冠是太阳与太阴合并啊，或者是太阳与少阴合并，对不对？你为什么跟少阴合并，或者跟太阳合，跟这个太阴合并，或者是太这个这少阴合并，它是有基础的。那么这个人由于他的肝胆不好，当时他就跟我讲了，回过头他说确实是我肝胆不好，为什么操心？这个儿子被人家欺负了，现在儿子在家里怎么样怎么样？反正我说我那就理解了。那本来我想用这个温胆汤去把这个跟肝胆湿热也清一下，但他说哎呀头上有点火，因为什么？太有点热，应该我加一个黄连就好了，就不要紧。但是我就是立即改了方子，当天就改了方子，还什么呢？我用改了，既然你是且从太阳从且从少阳。而出到了太阳，这时候我就要助他一臂之力。我用了，你看，方子给他更改了啊。我们用防风、高本、苍耳、辛夷，为什么？我还用小柴胡汤等等。但是我这个时候呢，加了几味药，驱邪外出，助邪外出，对不对？我这个时候是非常巧妙的啊。你看，苍耳子、辛夷花、高本。防风都是把这个邪从太阳驱逐出去，而且苍耳子、辛夷花在恢复我们的这个嗅觉的方面的话，是效果非常好的。他因为这个患者是嗅觉不是当时也受到一些影响嘛。好了，这个情况下我们再继续用小柴胡汤，小柴胡汤继续用咳嗽止咳，还用的决明子啊，治疗头痛的，天花板的止咳了。柴这个叫前后等等，所以治疗是还是一个机理。我们但是助太阳之邪，发散而且，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叫他这个做了一些新冠的检测。你看他开始说没有啊，没有啊，都是都是阴性。到了后来第三次检查也是阳性，但是治疗的话，对我们治疗的话呢？稍微有点影响，我稍微增加了一个方子，这调整两个中药。那么如果说他这个我们开方子以后，你看我们给他这个防风、高本、苍耳子、辛夷花，他怎么反应呢？7月22号看的，那么他就告诉我，第二服药以后被筛清涕的现象啊，这个开始好转了，而且这个所颞部的疼痛90%消失了，过去是。7到10的压，这个疼痛还是比较，而且他自己可以摸到一个条状症的，所以这个头痛还在太阳这个少阳部位，是不是啊？侧面，所以这个服了这个用了5次药以后，疼痛啊，这个颞部疼痛这个减轻，另外呢，胸部这个肩胛部的这个太阳症呢也好了，那是太阳症，否则。小柴胡汤它不治疗太阳症的，这个你不要只以为我治了少阳，你的太阳症就自动消，你这是一厢情愿的。你这个时候只有用羌活啦、防风啦、高本啦，把这个太阳症消掉它，或者你用点马黄也可以，对不对？也可以的。所以我用了这个第二个方子以后呢，这个肩胛部的疼痛就顶上就这个牵拉杆就好多了，好多了，是不是？那么这个而且。这个之后的昏昏入睡的情况，少阴症的症状也得到改善了，他就感到一种重新得到有力的感觉啊。如果说这个病人是普通的病人，他不会描述，因为他正是由于他本身也是中医，也是很好的中医啊，所以他会描述，他会自己把这个心情啊描述出来，自己的感觉描述出来，是非常不错的啊。
那么这个这个时候我们治疗3天以后，我说你再去测一下这个新冠啊，后来就从这个阳性的转为阴性的，转为阴性的。当我知道他是这个新冠阳性确定的时候呢，我加了两粒药，加了两粒药，一味是青蒿，一味是瓜蒌皮。为什么加青蒿？青蒿就是驱邪外出，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呢，就是抗邪外出；第二个呢，它在清肝胆的作用方面呢，它比我们的这个黄连温胆汤好。特别是对外邪引起的一些肝胆的影响的话，它效果好。如果说是饮食不节引起的个肝胆不舒的话，黄连温胆汤好。那么这次我们新冠呢，它是这个跟我们这个外邪侵犯的少阳有关系，所以我加了青蒿。那么为什么抓瓜蒌皮呢？我抓瓜蒌皮，这个人从一开始就感到胸部的疼痛、牵拉感，因为已经确诊是他是新冠了，所以我们就要防止他的肺的纤维化，肺的纤维化。那么肺的纤维化，这个有科学报道，不是跟你这个新冠的这个严重程度成正比的，有的人两三天就发烧很浅的，他后来也没什么症状，新冠，哎，他得到肺纤维化了。有的非常严重的，他倒反而没有纤维化。所以这个纤维化不纤维化的发生，取决于你本人。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又把了这个青蒿加上去了，瓜蒌皮加上去了，为什么？防止它的一些这个纤维化作用。你比如说加些了止咳、止咳啦，这个郁金啦，这个叫丝瓜露啦，都是很好的方法。治疗它肺的纤维化，在这个整个治疗我们这个新冠期间的话，只要遇到了胸部牵拉疼痛，我们就要想到一些这个宽胸舒络的一些中药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由于这个调整用药，他就感到非常舒服，然后就是啊，接下来的话，我们就知道了，他就是进一步调整，他就是不是阳性的啊，就是这个阳性的。这个测试啊变成阴性的，所以呢，我说好了，你至于你心这个原来基础体质的这个有点湿热啊，有点这个叫心肝火旺啊，这是另外一个程度，跟这次新冠没有关系，我们就需要进一步调整。这个，因为胸部疼痛啊、咳嗽痰少啊，都得到了好转啊，那么这个舌苔脉象都非常很好。后来第四个阶段，因为他已经转阴了，所以呢，我再给他一些就是基础的防止，就是把他一些就是防止他的这个复发吧，清理一些作用。所以我们把丝瓜络呀、浙贝母啦、这个瓜蒌皮呢还放进去，为什么？就是为他这个疏通肺络做准备啊，为他疏通做准备，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整个一个舌苔。是还是从舌苔边上非常红的，有点黄腻的，到逐渐干净起来啊，那这些到后来以后，你看舌苔旁边不红了，是不是啊？它这个少阳的这个邪气啊，得到了疏通啊，那这个它火不旺了，那这个是也就是说，通过疏肝啊、疏达这个叫胆经啊，那么来这个调达肝这个肝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那么这个方法就是通过这个病案就告诉大家，这个新冠诊断啊，当然呢会帮助我们用药，但是即使它是阴性，我们治疗也是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这是一。第二就是在治疗过程当中，当外邪从深层一步向这个浅表地方发展，这是好现象，好现象。因为这个病人是从少阳这个病邪转到了太阳。这是非常好的现象，但是这种情况下不能说我鼓掌欢迎你出去，但是你要助他一臂之力啊，助他一臂之力。就比如说太阴的，转到了阳明去了，太阳明是有热的呀，你把这热胃阳还清，这个叫胃阳要清他一下的呀，对不对？那么现在是少阳转到了太阳，你要把它去防风啦、高本啦。羌活啦，这心一花啦，你助他一臂之力啊，
啊，你不能光拍手啊，你成功了，你祝他别，你给他该像运动员这个叫马拉松跑步的，你该给他喝饮料的给他喝饮料，该给他喝水的喝水啊，该给他鼓励的鼓励呀，啊，所以这个情况还是我们需要得到的这个温习的。好，这个今天就讲到这里啊，就是分享到这里，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哎呀，讲孙老师，你这讲的太好了。我记得当时我还说要不要用小青龙啊，看到那个痰有泡泡，就抓不住主要的东西。小青龙不可以，小青龙不以可以。前。小青龙是在外有寒，内有饮，他一直有咳嗽，有黄痰的，你怎么用小青龙上去了？是不是啊？这个人才咳嗽1个多月了，对不对？他是外有寒对的，那个你有饮不对的呀。他这是有点这个叫会是宣发啊，是外有一点寒，还有我点当时虚想了。他肩胛骨那个寒痛寒嘛，我就想着就是人家说那个小青龙它不有一块寒的那个东西吗？在那边就有的时候就抓不住，只开一点太点。阳病啊，那太阳病啊，太阳病，是。而且不是太严重了，已经到少阳了。你所以这个东西，我们六经病看上去非常简单，非常这个不复杂，但是你把它用到这个到位，你看他用药用的也清热呀、黄芩啊、贝母啊，都用的不比我们差呀。但他为什么不好啊？这咳嗽越来越重啊，而且这小承气汤都用上去了。就是我证没对，明明小这个少阳症，你去用的这个阳明证去阳明腑实证了，你怎么会好？你怎么会好？是不是？而且用马杏石甘汤就用上去了，它症症不同。你家有2个孩子，老大回来要吃喝水，老二回来要吃蔬菜，你也不管他的，都给他吃喝水，他不要的嘛，他不舒服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就是要叫精准治疗，一直强调精准治疗，就是这个意思。是的，老师，孙老师，可不可以问个问题？好，孙老师，非你，常感谢您的这个精彩的这个解析哈，我讲的。真是那个如雷贯顶、如雷贯耳的那种感觉。是吗？我现在有个问题哈，就你是我说吧。孙老师，您这个特别的让人拍案叫绝的地方，就是能把那个众多的这些症状中抓出那个主哦，要的。不被他迷惑是不是啊？又有太阴，又有少阴，又有太阳，又有少阳，还有痰热，是不是啊？对呀，你听我跟你讲，我跟你讲，疾病啊，特别新冠或者其他疾病都狡猾得很呐、啊。你跟着他走，你永远追不过他，你永远追不过他，他比你厉害。他所以把人这个人这么强壮的人，病毒细菌把你打败的了，就是啊，把你命都夺走的话，他为什么他很聪明？他就钻你软肋去插刀子去，那个我们中医也厉害呀、啊，我们是猎手啊，你狐狸呀、啊，你怕它干啥？是不是？所以我这个知道，你看，肩髋关节疼痛，恶心呕吐，不欲饮食，这不是个头疼，这个少阳头疼。如果是太阳头疼，就要注意了，他的头疼是在哪里呢？在前额，在这个枕部头疼呢。他现在就告诉你，我是在这个颞部疼痛啊，而且有个条数症啊，那你就不去忽视了，你就没问自己为什么呢？他这个没有在枕部疼痛，而现在在这个我们的颞部疼痛啊，你没问自己吗？所以要问自己，所以不要被他假象给他筛出去。你看我们小柴胡他用药重不重啊？不重啊，非常轻的柴胡百芍要算什么东西？哎。他就把少阳这个精气给他疏散掉，啊，这个人来看肩膀疼的，你给他治疗大腿，给他治髋关节，给他治疗脾，给他弄，他舒服吗？他不舒服的。你怎么给你治了这么长时间，我这肩关节没好啊？我也不知道，你怎么治到那个腿上去了，治到我这个肚子上去了？啊，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我们就是。反复强调要精准治疗，精准治疗，精准治疗在哪里？叫病机，要抓住病机，是不是？我们张青是不是？张青学习非常好的，非常好的张青。孙老师，您是不是就是说，还是根据那个少阳微说啊？因为我觉着很对多了，的这对个了，都是肝胆在作这个怪。人呐、啊，这个人你为什么出这问题了？到后来才知道了。他说：“孙老师，你怎么这么聪明呢？”我最近是心情不舒畅，为什么？我说你为什么？他才把故事告诉我。
对不对？家里出现这个事情，非常不高兴。他不高兴呢，不是心情忧郁的呢？忧郁呢？家里这个问题这太恼火了。小的时候，这个孩子被人家欺负，他非常非常气啊！我们家孩子原来遭这个罪呀、啊！那我说，这个就是你为什么得了少阴得了病这个原因呢？就是这个原因呢，是不是？所以你看，有的人是，比如举个例子，就是糖尿病，或者这个人肾病的，哎。他马上就死掉，他为什么？他刨上来新冠就到了，从太阳就到了少阴病了，刨上就到了脾胃里面去了。你说不是要他命吗？对不对？他本身就是糖尿病，比如说就是脾胃不好的，脾阳不好的，拉肚子，吃不好的，胖的啊，就或者是另外一个是肾功能这个肾移植的，肾功能不好的，这个是透析的，他不送命吗？他送命的，所以他这个病毒厉害的。很厉害，他就专门软肋去侵犯你，所以我们要精准，不怕他，不怕他啊。我们的这个用药就是用得好，哎，就是无人机啊，我们不需要用这个飞机大炮的，这个小部队来，你用无人机嘛炸掉他就拉倒了，对不对？部队都不要去派他了，精准炸对不对？掉，精准嘛，是不是啊？哎，精准暗杀，用无人机，现在我们最先进就是无人机，瞧，无你看人现机。在。这个战场上发生的这个无人机厉害了，你在躲在哪里？它有这个摄像机能知道你在哪里，就你躲在帐篷里面，它肯定一个子弹打过去。今天还看那个照片，哎呦，我事先打起仗来，真是厉害，不就是跟我们中医的手法一样的吗？是不是是啊？是，那就要像你这么可以精准的猎手哎，大家都会的，大家谁没学过《伤寒论》呢？对不对？大家谁没学过中药？就是有的时候被他迷惑了吧，给他一时没想起来吧，我们 再要重跟新你练一好下好就好。学，要跟你好哎，好我学，们我们重现新在。练一下就好了，这个无所谓的，都简单的，都是个个都是中医有基础的。你想想，都是这个年纪在这里一大把的，这个谁差的都不会很差的，就我们重新练一下好不好？不要丧失信心。现在有一个问题，李青老师好，说：“请问为什么加白芍？白芍不是小柴胡汤的一个里边的吗？白芍小哦，柴白胡汤芍就是那是，桂枝，哪一个部分是加白芍的？桂枝哦，汤里你面有白说芍是，的，小柴胡汤里面也有啊，也有小柴胡汤，也可以加的白芍呀、啊。你他这是说柔是和第柔一个肝病呐、例吧？应该是，应该第一个病例有白芍。啊，哦，这也有的，也有的，也有也有两个都的，有白芍。这对呀、啊，都有白芍的呀，柔肝的呀。你要柔肝的小柴胡，少阳的话柔呀，要和。少阳你不能去发汗的，少阳不可以发汗，不可以吐，不可以泻。下，对不对？他用了下是误导了，所以这个时候要揉，你怎么体现和？它是个和解法，就是柴胡、白芍药这些方子，对不对？哎，这就是然这个后他方。还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新冠治疗用温病三焦辩证还是伤寒辩证更准确、更精确？不是的，要看它是什么。它如果是这个，如果在湿热的话，纯湿热的话，啊。那是用三焦辩证，那如果说它里面这个有太阳症的，有些其他症的，那你要用六经辩证准确，听懂吗？要哎，你根据根据他它的症症状状。来的。一般到如果湿热的话，肯定用三焦。这如果人心呕吐啦、胸胁口满啦、这个腹泻啦、这个或者是这个，那是用三焦了，是不是？你要用温病的话，那胃气引血的话，它是用这个温热的，它。不涉及到风寒，不涉及到这个湿热，那是就要用胃气引血。这个三个不同系统，今天我要讲的这个系统，一个系统是管这个我们取暖系统啊，一个系统是我们这个的空调系统，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一个就是开窗门窗系统，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都通风。讲小柴胡汤里面有白芍，对，老师，能不行，能麻烦您把那个第四个那个 PPT 再给我们放一下？非常第感四谢诊，啊！好来，我来哈，我来看第四诊啊，好，我谢来，谢。第四诊，OK，我来看能找到，不对，哎，现在我查一下啊，这个新冠的这个情况，现在我们根据最权威的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就是8月4号的一个消息，就是全球啊20多万人。报告，因为很多国家都不报道了，把它作为一个像中国就不报道，基本上不报道了。中国报道吗？也报道。中国报道好像是
7月多少号以前？哎，我有报道，我有记录的。今天为了这个问题，这个是中国啊，你看中国疾控中心，它报道是到2024年7月份，全国新增多少呢？203例。死亡2例，就是重症的203例。因为中国基本的把它划为一种，不但把它分烈性传染病，它是另外归类了，所以它这个病数还是是另外一个统计数字系统了。那么这个全球的，你看啊，全球到4月8号，我们最主要的全球是20多万，主要集中在欧洲，这个就是欧洲。你看这欧洲，而且一半之内的20多万，一半之内的都在欧洲。最高的是哪里呢？最高的是在意大利啊。哎，不对，这个最高的是在意大利，我看到了啊。最高，你看意大利是最高，是4万多。俄罗斯、希腊、英国啊，英国17000多。那现在比利时，你比如说这个报道吧，统计不统计？统计病人说我不来了就不来了，他去报道啊，到家庭医生报道一下，到中心去报道我是得了新冠，不统计的，根本不统计的。所以这个数字准确性呢，这个精准性呢，不代表什么东西。好，我把这个那个给你，那个第四页给你给一下啊，第四页第四个那个，第四个这个处方好不好？这是这个处方，哎，好的，谢谢，谢谢，就是这张，哎。就这一张啊，这一张已经新冠已经解除了，已经一少阳症已经没有了，这个就是清清扫扫肠，打扫打扫战场了，这个和谐和缓一下脾胃啦，办一下陈皮茯苓啦，这些杏仁啦、瓜蒌啦，你看瓜蒌皮这个丝瓜络啦，这个就是我们是个啊，宽就是肺胸纤的、维通化，络的，肺纤维化的，因为它主要是嗯，谈好的，疼痛啊，疼痛啊，那么其他的一些就是。清些肺热了，化下痰就行了啊，就是这个问题就解决掉了，是吧？我好，记得我当时新冠的时候，我疼得要命啊，我那时候感疼觉得有胸膜哦，炎，后来就是胸您膜炎。开的药以后吃过，现在一点副作用都哎，没有，就是我一整点个后过果。程当中，只要人反映出，我这东西不需要去预防，只要人里面说我疼痛非常疼痛。这个哪怕就是这个在发病期间，或者是以后发病期，我们这些药都要用上去的，用上去的。这些丝瓜络呀，这红花啦、郁金啦、枳壳啦，这些东西，就宽胸里去的东西，这个是都要用上去，因为两三味就好了，不错的啊，不错的，是需要用的，是需要用的，给他是打需要扫的，战场，不打扫他是。一粘连了，他就固定了，哎，固我们化打扫了。战场，所以就好了。你看治疗也没死多长时间。你看他这个咳嗽1个多月以前的东西，这次也顺带解决掉了。他这个马兴是肝汤都没解决，我们这个用和解的一些东西都反解决了。因为这个气机啊，少阳气机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他心情好了，这个气机舒畅了，所以好。那么这个我讲的就是讲到这里了。希望今好后的，还有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司老师，我感可以谢再感问一个谢，问题吗？好的，你是哪个叫我是吴？美国的美国佛哎，罗了里不起达吴啊，凯，吴凯，好，你问吧。我有一个女病人，51岁，在我这儿有1年多了，主诉是头痛，这个她一说年多是，头痛，啊，一年多头痛了。没有，她说是家族遗传的，妈好。妈头痛，姊妹也头痛，多她大就是年纪呀、啊？这个女孩，她这个五女十人，一岁，她说好从嘞，十几岁就开始头哎痛。呀，非常疼痛。好，你说，他现在呢？我是觉得是在更年期，基本上月经已经不太来了，他这个有100个症状，对，你给就他是，绕到沟里面去了，你给他绕到对，沟里面去了。我就没有办法，我开始是用这个更年期的这个症状，好像少阳症比较明显，他寒热往来啊，然后哦，痛他更啊。年期的，对对对，然后他有这个恶但是有个问心，题啊，他更年期的寒的往来不是少阳症了，他是阴虚火旺的症了，一般都是他还出汗的，对不对？哎，他出汗的，
是有汗出来的，而且是晚上出汗，是不是？有没有？他如果少他。阳，更年期的话，他不在少阳症，他一般是在阴虚火旺的，肝肾阴虚的。你再继续介绍，我来先听一听。他也是有这个，他有一段时间是有这个晚上，对，他是断断续续，可以说是对，一直都有，晚上又热又冷，对，对，对又的，热对又的，对冷。的，这就是晚上这盗汗嘛，他而且气阴两虚，这个人气对，虚的他会冷，白天他也是有就是冷热交替的这种情况，好，然好，后他嗓子是一直是嘶哑的，干燥，疼痛，他不是说他是嗓子痛，然后呢，下边呢又有这个，有的时候就有那种，可能是湿热吧，就是白这带，种痛热，那个小便那个地小方，便疼痛啊，小便不是外阴对，疼痛，嗯嗯，好。就是舌苔呢，就是比较黄腻，整个舌基本上就是又有这个血虚，这个。舌是淡的，但是这个黄腻苔呢，这好，个半黄腻，不是完全黄，就是一直很厚。它的这个压力呢，就是这个财政情况不好这个换了几次工作，每半年差不多要换一次工焦作。虑啊，焦虑，对，忧就郁，是这种情况，就是有100个症状，我是搞不定了。好，他现在这样子啊，你要抓他主症，他是不是来看潮热，也不是来看这个小便疼痛，也不是看情绪不好啊，他是来看头疼，对，对不他就对是头啊？那晕。你把这个头疼解决，他就非常高兴了。但是你把这个潮热给他解决掉了，把外阴疼痛解决，他不高兴，因为我这个是来看头疼的。那么这个头疼的我要知道了，外感头疼他肯定不是，内伤头疼。他肯定是内伤头疼，是不是？他已经从小就开始，而且遗传了，这肯定是个内伤头疼。那这个我们就解决了。内伤头疼就几个类型了，你就要知道暴露出来的，又肝气郁结的，他不会肝气郁结。如果肝气郁结，这几十年已经血瘀的要命。诶，他不是血瘀，这血瘀的话要剧烈头痛、针刺头痛等等。他这个人，我估计啊，就是一个肝胆不和，有肝阳上亢的啊，烦躁。不安啊，他这个现在更年期以后呢，这个肝肾阴虚以后呢，就肝阳比较更加上亢了。你想想看，这个人的肝肾是不会好的，现在再加上更年期了，他这个肝阳不上亢，他从谁上亢？我上亢，你上亢的，你不会上亢的，他肯定上亢。那么上亢以后呢，你就看他，那么你要说我这个肝阳上亢是我是估计的，你要有指证的，你要把依据找出来。你比如说这个人烦躁的，容易怒的。这个不安的，这个身体又感到热的，对不对？无名之火的，那么最好这是另外他的疼痛是不是在这个叫这个颞顶部啊？少阳胆经的没这个有，地方，不是，全部他头是，疼，疼不疼呢？不热，他一直是寒热往来，那还有他头痛的他就位置，那他他的位置就是头。左右交替的，左反右正就交是替，少阳，还是少阳，还是少阳。但还有个问题，如果说不是肝阳上亢，那就是肝血不足，肝血不对，足。这个就是。肝血不足，那他肝血不足要有症状的啊，眼睛干涩啊，掉头发呀，头发干，这个叫苍白啊，啊，疲没有，他劳的啊，头发很好，那就很说肝浓。血不足没有这依据啊。我们做什么治疗要有依据的，要但精他那准个的。舌头那个两侧都是苍白的。啊，那苍白的。对，哎，但是那个舌苔那比较脉厚，呢？脉呢？脉不是脉悬的。是弱的、慢的。好，那他说不说疲劳？喊不喊疲劳？累，他累，对，好，没那有你说肝疼。血虚，由于肝血虚，肝血虚，肝血虚以后会导致他头疼的，有可能是肝血虚，年纪大了以后肝血不足啊，或者他这个人肝血不足是，你要问他肝血哪里为什么？我肝血很好，你也肝血好，他为什么肝血不好？是不是他？就是素食主义者，或者以前出血、月经出血出血非常多，非常多，你要找他原因的。那我做什么诊断，你要有依据的，真的要有。你现在你说他比较淡的，这个累的，那么就肝血脉是弱的，那肝阳上亢脉是不弱的，脉很厉害的，容易发火的。他比较安静的，那就是肝血不足。那肝血不足以后有个问题，你知道他是虚实夹杂。他所以这个肝血不足以后呢，它导致的脉络不和，肝胆不舒，所以你既要疏他的肝胆，又要补他的肝血，
你要如果用这个中药的话，不是复杂的很，它是一个虚实夹杂的，非常容易用的。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这个逍遥散，逍遥散非常好，再加上决明子、清香子啊，这个他眼睛也不太好，我估计如果是肝血不足的话，眼睛视力也不太好啊，退化啊，你去问问他，肯定出现这个问题，那不就是肝阴虚的。那么这种情况，你逍遥散再加50克，比如说啊，再加决明子、清香子啊，那么再加一点白芷，再这个再加个川芎就够了，就够了，它会非常舒服的，它体力会好了，头疼会好了。那么针灸的话，你就同样一个方法去治疗他的头疼，去补肝血、疏肝气啊，那个这个头部上穴位要用一下。就比如说这个叫神庭啦，这个本神啦，啊率骨啦，这个叫风池啦，这些东西都是非常好的，它会好的，会好的啊！你不要看到他拖了一辈子头疼，从小到现在，你几次插针灸以后，按照的方法，他就会好，因为你补了他肝血啦，疏了他肝胆啦，他不会好才有怪的，是不是啊？我们非常有信心的。那他这个舌苔厚腻，要不要先处理？他说了以后呢，他肝胆不舒以后，他会导致脾虚不用的呀。他就不是呀，你最多加点苍术或者加点白术，他不拉肚子吧？不拉肚子的。他有的时候，我哎，你肝胆不舒吧？嗯。这个肝脾肝木啊，这个叫肝木犯脾吧？你就加一点这苍术，就或者加点白术嘛，好了。因为这个叫水呀、啊，这个逍遥散里面已经有白术，对不对啊？有点这个有用一点，也就白术茯苓已经用上去了，非常好。你最多加点苍术就够了，你不要去喝白腻的、半夏的之类，你别去管它了，它会好的，肝胆好了以后，它其他会好。好好的，的，另那外个，我插一句我的啊，岁，我说一句，岁老师已经很累了，我说一哎呀，句，李老师也上我来就了是第一个啊！患者李洁如，他我跟你讲，岁自老报师，家门，自报家门，我们那理个解。六整个的6月份，我咳嗽的时候，我想飞到比利时去找你的，我刚才我跟你讲，我老公没有申根签证，我一个人他不放心，所以就没去，一个人在这里对，等着，等到孙老师有一天打电话给我，才发现了那我的巧病不巧？情。那么，对，好像孙老师心有灵犀，怎么李洁如到哪去了？这个人啊，就他是真病了。在孙老师给我的药子前，我都咳得不行，要死要活，要死要活，今年本命年活不下去，就这样。后来孙老师给我开了药以后，我就赶快退起来吃了以后，就这一次，我就突然觉着我的咳嗽停下来了，就第一次。然后第二天再吃一天，咳嗽就基本上停了，完全停了。然后第三天小便没不不不不尿不湿了，哎，到现在都没有尿不湿，也没有再咳你嗽，看到看，现在为你止，说你一啊，个所拖一以个呢，尿我也不非常湿，感谢，非常感不得恩孙了。老师，这你不要感谢我，感谢中医啊，感谢中医。哎，这 刚个才尤今其听天，了你这番介绍，我就更加明白了你整个的辩证过程和你用药的这个指对导，呀，我就更明白了，对上呀，了一对，明课，白。你的问题在哪里？你的问题不是吃出来的，也不是心情的，就是这次受凉洗澡洗对出对来的。对对，我自己都抓不到哎，重你点。洗出来吧，你这个寒邪憋住了，所以你这个挂了5天水，医院治疗是对的，抗菌素对的也对，但是他的西医治疗方法跟我们中医理念不一样的，他没把寒气去掉呀，对不对？如果你在旁边呢，我可以对。针灸一下啊，把个火罐艾灸一下，你问题解决了，但没人帮助你，你就咳啊咳，咳一个多月，你说，换了其要他人命你了！说那个要我命打嘛。111的时候，我那个科生把那个接线员都吓死了。就是相信你，你咳的那个，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咳嗽怎么这么重啊？他说我给你老打师，电话的时候，那还没有接线员那么严重了，那更严重那一是次。的，你一边打电话一边给你打的咳，时一候也边还在打一咳边着。咳，那不好，你这是个邪实的，不是一个虚的。人家说虚的，我补了，你干咳没用，怎么天花板、麦门冬一用就用用又把你塞住了，不可以的。啊，是不是啊？或者你说你遗尿了？哎呦，你有遗尿了？你再加上你这个年纪，遗尿一个多月，就像那那个哗好，哗哗的往外流，要命呢。那就是说我用金银子啦、芡实，那也用一塞就塞住了，不可以用这些东西。所以我们中医还是伟大，还是非常有意伟思，大伟大，这个孙老师非伟大。常不是跟我没关系，我们是我们，我告诉你啊，
是老天爷赏饭吃。我们这个而老且，天爷啊，是非常聪明的。你看，把中医送到国外去，帮助穷人，给我们吃饭。你看看中医哪个搞得不好，都搞得很好。这老天爷赏饭吃，吃中医的饭，你想想看，中医多伟大，哎，非常了不起。所以我们在各地啊，把这个中医搞好，就非常了不起，非常了不起。谢老师，谢老需师。要您好好给我们上上课。施老师绝对是明察秋毫，真的是高级猎手，是吗？你把我绝对绝对。是不是啊？你们都不错呢，对，都不错呢，师都姐不祝错贺你哈，啊。就是作为孙老师的学生呢，咱们有特权，就是当有急症的时候，孙老师会帮咱的，因为孙老师对，他特别的忙，所以说像我们碰到一些疑难杂症的病人，我们肯定也不好意思老是去麻烦孙老师，但是咱们自己人，咱们自己孙老师的学生。真的有问题的时候，孙老师还是会帮忙的。所以说，对，我你保认识命孙的。老再师以后，说，我是不能再介绍病人来了，病人来了我来不及看了，我可能来不及看了，是吗？红颜，我说你不能再弄了，我说这个是因为这是不是啊？病人我说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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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意思。不过大家都不错，包括我们顺昌老师，包括红艳都进步非常大。每个人我发现，这个自从参加了一些这个班的各种班，都进步不错。希望大家越来越好啊，希把望各个您能中，抽出时间给我们讲课，好，好吧？好，要知道你们支你太持忙啊，了，好，得到你们支持。这非中常医，感我谢，告非诉常你感啊，谢。我告诉你，好中的。医确实中医非常厉害。我们李老师，你想想看。这个不是吹牛的，他今天出席了，我们不好把隐私告诉你，但是他出席了。你看，一尿一的那样子程度，哎，几天、2天、3天、4天就好了。哎，我再打电话给他，哎，我说你到哪里去？我到海边去了。我说你哈不遗尿了，他没有了，他就说看好不好？你这个这怎么这个其他人不可以理解是吧？我们这个中医还是很强大的啊，很强大的，不错。这个啊，精准治感疗谢你们的来真参的是加威这力好次今大天呀！晚上的这个活动，非常有意义。我们都是有缘分走在一起，跟大家在谢谢交孙老师，流，在一起很多学人都习。等着录像呢，都是因为时差的原因上不来，好很多嘞，人，谢谢我对。们鸿雁主持，谢谢我们李老师啊，谢谢。这个把这个宝贵的一个私人隐私给大家介绍，说明对大家每个人都非常信任啊，谢谢我们李老师 谢谢谢好谢，的。感恩。谢谢，哎希望呦，大家下次再来参加我们办的一些公益活动啊！谢谢，好谢的，谢。谢谢今天咱孙们老师 YouTube 那边很频，晚了，您辛苦了，啊，谢咱们这个谢，拜 YouTube 频拜，道再见，谢谢还有顺昌老50多个人在师，观看，谢谢顺昌老是师，谢谢吧？你啊！对，就是前后有YouTube，OK。50多个人进来观看，是有吗？100多个人了，OK，好的，谢好，谢我们顺昌老师，再谢见。谢，好谢嘞，然谢，后把谢收谢孙音老关师，拜掉。好嘞，再拜，见。拜嗯。拜。好，好请。的，那我们谢谢大家的参与，大家如果要是愿意的话，可以进入我们的公益群，我已经在那个二维码上弄上贴上去了，OK，谢谢大家，拜拜，王师兄辛苦拜了。拜。拜拜，嗯。